情形就是整个脚哈、哦、往内旋，嗯，然后又交叉起来了，嗯哼，哦，所以就是中间跟他垫个枕头，让他回到这个所谓的中线，不单是两脚合并，他是不要外八也不要内八，哦，所以这个脚要把它，因为它过度内八，哦，就是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这个不能够让它缩成这样子，不然的话连卫生都有问题，所以夹枕头是必要，哦，因为你现在一绑的话，它还是往内八去，所以要一个力量把它往开，让它有一个能够自我卫生的那个空间。我刚刚跟他讲过，所以这，可以用一个不一定要那么大的枕头，就是一个空间，让它撑起来。然后另外要帮助他的话，我可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大腿，嗯哼，接骨盆的这个地方，嗯，哦，这个地方常常哈，这种病人都是会比较紧，这里可以跟他热敷，嗯，会促进他的循环，哦，那这样子他脚会比较松一点，然后。像这样子的蜷曲的话，哦，背部的肌肉，因为是在张力的地方，背部的肌肉可以给他按摩，病人会比较舒服，特别是他现在肺炎，背部给他按摩以后，让他拍打，让他能够出来，尽量能够让他坐起来，肺活量会比较大一点。你是说把他床头摇高？要高一点，肺活量，因为肚子的压力会减少，肺活量会减。增加个一两百 CC 哦，这样子的话，对他恢复会比较好哦。当然，我们跟他拍痰是有帮助的。还有，因为我们给他的，比方说，如果要倒点滴的话，水进去是比较冷的，就要给他多一些温敷哦，让他身体不要太冷。因为他现在是等于是能量比较弱了，因为我们身体要产热就要耗能嘛，就尽量就是用外热。给他保持温暖，像我们会盖被子，啊，有时候我们就是从这里局部跟他温敷，哦，这样的话就增加他的血液的循环。温敷是去买暖暖包吗？暖暖包也可以，但暖暖包面积太小。哦。这个整个被的话，我们可以用那个热敷片。哦，去买热敷片。热敷片，那个插电的吗？有的是用插电的，哦，让它热一点点，那可以计时间，不要烫到就好。哦，就是保持温暖的，让他身体。不要因为体温的改变而耗太多能量，这个是有帮助的。哦，这样。那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帮他按摩，就是内侧先不用了，那外侧脊椎，往这边。好，那像他不舒服，耳朵后面这里也可以。来，帮忙一下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这背部的地方，因为这是张力点嘛。嗯哼。屈点的张力点。嗯哼。是不是就比较血液循环会比较差？嗯，按摩他，帮忙他一下。嗯，哦，你可能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按摩一下。嗯，哦，你也会觉得对他是有接触的。嗯，哦，比较两个人比较互动。嗯哼，这样好不好？是。我是平常我可帮他按摩脚，因为那个末梢是需要的。对，我这讲的就是中轴。对对对，中轴的话就是还有中轴跟这个腿接的地方，是，这个等于是水龙头的接点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那当然我们回归中线的目的，哦，就是让什么，让路径不要歪斜嘛。嗯哼。那他现在因为路径往内面偏，嗯哼。哦，一般人不会做这个动作，那他是需要真的。嗯哼 ，OK。好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我自己帮他按摩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林克燕伊古力学的那位台湾的总部长，他来帮我教过我，所以我会把他按摩到他的脚是可以并着的。好，那时候我就没有用，我就是把他绑腿，因为他就可以。那时候就不用，不用枕头，就不用枕头，啊，所以这个原则是说，如果他的脚可以并起来，如果并起来的时候，嗯，脚不会外八，嗯，或内八，那就并起来就好。就是说膝盖，他膝盖你看，对，膝盖他现在没有，我们的膝盖，是是是，这个叫做正，对，对着两乳这条线叫正，嗯，这个叫做内旋，嗯哼，这个叫做外旋。嗯哼，他现在问题是内旋。嗯哼，
是内旋的时候需要怎么样？枕头弄一下，是，然后把两只脚弄起来，这样才会正嘛。所以中间是有一个东西，它现在是中间是需要一点东西啊，是让它正，让它帮助它推，是，好，因为你一绑它变成，对。我不是那样绑的，我不是那样绑，我是把它弄正了以后再绑。那他有这种病人要搬动的时候，是尽量是两脚合并搬。两脚合并搬，你一只脚一只脚搬的话比较会有问题。哦，所以我在我脸书上面分享一个他们外国人，就是把这两个脚合并起来，一起搬动。哦，那合并起来有绑吗？有绑住吗？就是用一个东西。有一个东西束住，然后才搬。所以这不只是只有休息，我们搬动的时候可以帮忙。是。哦，所以你现在有袋子吗？有，我有带。是。在这个包包里面，有看到吗？比方说，你像现在这样。是。这两只脚，如果我们把它合并起来，要搬动它的时候，两只脚合并起来搬，会更好搬。这个地方。合并起来，让它能够怎么样一起作用的，比较不会身体的骨盆被扭到了。哦，这样懂这意思吗？嗯哼。好，当然我们弄高一点就更好了。哦，是我只要这样竖起来。嗯哼。好，这样子要搬动的时候。嗯哼。竖在这边。嗯哼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还是三只把它三个袋子，一股是三个袋子绑好啊。它那个那就不会，因为它现在是。它现在是交叉的，我那个影片哈，对对，我那个影片是一个 U 字形的东西 ，U 字形的，对对对，你可以看到我那个脸书上分享的那个影片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一把它竖起来，它要搬动的时候很容易，那也有一个 U 字形的东西，那病人如果手有力量可以抓，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好，那个地方去哪里买那个 U 字形的东西？你等一下上我脸书，我等一下给你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弄出来给你看。好。这个东西，我昨天在昨天分享，你先不用。先。